乡亲们，大家过年好！在这里给您拜年了，你们认识我吗？那啥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那里头看过没？那里头啊也没有我，但是我姑娘和我姑爷在里边，刘玉娇还有那个梁守业，我吧还有一个老姑娘叫刘玉美，30多岁了，到现在都没结。大家好，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勃起无力、硬度差、中途疲软、肾虚、前列腺炎等问题，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纯中药，一人一方，治根治本，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补肾壮阳，延时助勃，彻底告别快男软男。记住微信574-993-200。哎呀，你把关给我整紧张了，你拉倒吧，你紧张啥？紧张的人是我。你说30好几的人了，你才把对象给我领回来。爸，你说他来了，是不是应该磕个头啊？行，一会儿他来我得磕一个。你给他磕啥头啊？我的意思是我俩成了之后，我俩得给你磕头。姑娘啊，只要你俩能成，我们俩谁给谁磕都无所谓的事儿都。爸呀，你过来，你咋对我那么不放心呢？你老姑娘我长得多完美呀，啊，这一笑再一露牙没毛病。可拉倒吧，就你的笑和你的牙是你最大的毛病。丫头啊，你说你这个海洋我也没见过，到底长啥样啊？你放心吧啊，他咋的都比我那个姐夫梁守业强多了。那小眼睛长得像二条似的，那就别咋。怎么说你姐夫呢？你不能看人家长得像啥样，你就说像啥。这，我跟你一会儿不能这么说啊。还小，父老乡亲们，过年好！过年好！这不二姐夫吗？哎呀，二姐夫，你看更有福气了。哎呀，嘿嘿，哎呀，这不三妹吗？哎，哎呀，干啥你？梁守业。哎呀，干啥呀？哎，不是，你干啥去？今天是玉美相亲的大日子，知不知道？我知道。给老娘们黏糊啥玩意儿啊？快走！咱不就为这事来的吗？我跟你说，爸啊，哦。今天我相对象，你就不应该让那二条来。别，这你不一天老二条二条的，你说一天老二条二条倒，你让你姐夫听着多不好。别来了二条，爸，你给谁叫二条呢？我们俩一块儿过来打麻将呢，你说。我来看你来了，爸。好，哎呀，爸，你看我姐跟我姐夫可真行啊，这么多年啊，一如既往的啥也不拿的回娘家。玉美，说啥呢？我跟你姐夫是那样人吗？我这次来不就给咱爸带俩鸡蛋吗？你瞧瞧，是吗？带俩鸡蛋呢，不会是你吃早餐剩下的吧？玉美，你说的话我咋那么不乐听呢？那是你姐夫吃早餐剩下的吗？那是别人吃早餐剩下的。哎，啊，我就是怕浪费嘛，爸拿着。不是这玩意儿，我是吃呢，我还是不吃呢？你自己定，你的地盘你做主吧。爸说点正事啊，这个妹子，我跟你姐咋得罪你呀？我们两个是千里扛猪槽子，都为你呀。你跟谁呢？快走！老姑娘，别伸手，为我，为我，都为我。爸，咋能是为你呢？还是为他？你别听他，听他说话。玉梅啊，你身上有啥问题？你自己心里没数啊？我有啥问题啊？我有啥问题啊？哎，你看看，没意识到自己身上有问题，那就是最大的问题呀。妹子，你能不能正视一下你自己？别的不说，就说你那两颗大板牙，都恨不得离开你那张嘴。你看，再说了，还一整天一见人就喂，一张嘴都看见你喂了。你还看着我喂了？你是 B 超啊？我要有那功能的话，你还省钱了呢。那你是省钱，好不容易拿俩鸡蛋，还别人吃剩下的。怎么跟你姐夫说话呢？
今天你相亲，你得听二条的。哎啊，你得听你姐夫的。我听他的，我不听。哎，我跟你说，妹子，你可犟了一天。你必须听你姐夫的。坐着啊，姐夫有经验。爱情的大忌，那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想当年我也是相貌堂堂。啥？我至少牙长得比你齐点吧。你信？你想说什么？哎，妹子，冷静啊！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有必要给你介绍一下我的爱情故事。哎，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说那干啥？想当年呐，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说我的眼睛长得像二条，像八万。他说小眼聚光也挺好看，臭美。这个他呢长得柳叶弯眉，樱桃口，还梳了个刘海在前面。哎呀，说重点嘛。后来我们两个人海誓山盟，情定终生，说这一辈子都不会改变。这话我说过。可是这个姑娘这话说完没多久她就变了。他要不是跟着一个眼睛长得像二饼的男人跑了，我能娶你姐吗？啊？啥？梁守业，你是帮皮子紧了？那女人是谁？别别别！我就救你！别！快救我吧！快救我！救啥呀？救我！就你跟我说这话，我都想揍你！你太长笑了！哎呦我的妈！妹子，能不能别笑？我就是举个例子来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啥道理啊？爱情啊，它是具有保鲜期的。这个小伙子这两天喜欢你的两颗大板牙，说不定明天就让一个没有牙的给拐跑了。没有牙可能吗？一切皆有可能啊，妹子。所以你的这两颗大板牙即将成为你爱情前进道路上的两颗大绊脚石啊。哎呀妈呀，大姑娘啊，啊，你说你老妹子这牙怎么就成那磨脚石了？就啊，妈呀，那是绊脚石。绊脚了。姑娘啊，这回你认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啊？认识。听你们这么一说，我都不知道自己长啥样了。这个咋办呢？咋办？我跟你姐来是干啥的？媳妇给办上。快来你过来，我闻点。啊，你说这牙和办不办上那有啥关系？那关系大了。那个牙是先天长成的，改变不了啊。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穿着打扮、生活环境啊，让这个小伙子一进门就感觉进了豪门，就产生一种高攀不起的感觉。到时候不图人还不图个家庭吗？能行吗？光他办上不行，爸你也得办上。别，我怎么能办？我办？别，这不行。什么？你问咋？我说行不行？别，你听见群众的呼声吗？这个还为了玉美的幸福，我的玉娇都准备好了。来，你也办上。哎呦，我操，这能行？这能？那快，你们两个转过来，来让大伙看看，行不行？拿出你们俩爱谁谁的眼神，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看看呐！爸爸，不是爸，哎，爸，爸，你说你这。这不行，这再也别啥也看不着。你这玩意儿，别事了，你看看这没事吧，爸呀？就是姐呀，你说到后来说的话这么厚，这能见人吗？你听姐说，就这么一整吧，嫌你那小牙那可小了。嗯，那个我妹子吧，打扮齐了，我觉得爸还缺点东西。我爸缺啥？想起来了，等会儿啊，对，过来，你把这俩鸡蛋拿上。啥意思？盘它。对，你先把它盘包浆喽。对，盘它。然后呢，你看哈，你们两个动作轻点，这衣服是我租来的，别整掉毛了退不回去啊。待会儿呢，为了考验这小伙子是不是对玉美真心，一切行动看我眼色行事。哎，啊，一会儿吧，那小伙来的时候，你把你那个小眼睛给我瞪大点的。你说我这老眼昏花的，真看不出你那眼睛到底是睁着还是闭着呢的。爸，你就放心吧。啊，好。哎呀，玉美啊，海洋来了，开门去。啊，你别去，你得进屋，你得好好打扮打扮。我进屋赶紧回去，你再好好补补妆。不喊你别出来啊。
不喊你别出来啊！哎、师傅过年好，好好好好，是海洋吗？对，师傅，这个是给您拿的。你看这样破费了。那个师傅啊，玉美呢？先不急，先不急，来来来来，进屋，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个呢是你大姐夫，好，大姐夫好。这个呢是你大姐，大姐好。先别着急叫，爸，玉美的追求者那么多。你老人家这么决定有点草率吧？这不是叔啊，嗯，那个我大姐这啥意思啊？啥意思听不出来吗？像我们这种家庭出生的孩子，那都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别的不说，你从我妹妹的那口牙应该能看出来我们家含的金钥匙能有多大。那个叔啊，哎，姐夫大姐啊，你们多心了，我爱的是玉美这个人，跟家庭条件没关系。妈呀，那关系可大了，像我们这种家庭条件，我们都是优中选优的。差不多就得了啊。差太多了，追求玉美的都在这个表格上填表，这些表格上哪个小伙子不比他优秀？那对，不是现在追求玉美的人这么多吗？就这报名还没截止呢，你看又来电话了，稍等啊。不是，喂，哦，来报名的，哦，好嘞，媳妇记一下啊。哦，明白了，大学老师，哦，大学老师，哦，还有特长啊。哦，会乐器。哦，好嘞，好，如果需要联系你啊。哎，你看了吗？还会乐器。不是，那个叔啊，哎，我也会乐器。你会乐器啊？好嘞，但我今天来的匆忙，我忘带了。忘带了，不好意思，你被淘汰了。淘不是，等会儿，虽然是我忘带了，但是，哎，那是饮料，那得我拿它就能当乐器。等会儿啊，哎呀，哎呀，叔，你看呢啊，这个喝饮料的吸管，我用它就能吹，你听着啊。嗯，小伙子，太厉害了，这玩意儿你都能鼓捣出曲儿来。我自己瞎研究的。我跟你说，爸，冷静，勉强过关吧。勉，你看又来报名的了。Hello， 你好。哦，来报名的。啊，哦，好嘞。哦，高级白领啊。哦，好嘞，高级白领啊。对。哦，你会点特长没？哦，也哦会武术啊。好嘞，武术。哦哦，26岁，你看年龄正合适。哎，小伙子，如果有需要联系你啊，你看，哎呀，白领会武术谁也挡不住。会武术好啊，关键时候还能保护咱玉美呢。我也能保护玉美。你？我也会武术。你看，这，哎呀，哎呀，太厉害了啊！不是，爸，你先淡定，这不是武术啊，这是软骨病。软。我看出来了，你说还一条腿软，说我腿软，我今天让你们看看我这两条腿到底有多硬。啊，哎哎哎呀，哎呦，大姑呀，真差下去了。哎呦妈呀，快，海洋，快起来，快点，哎呀，快起来。不是，守夜呀，啊，就这功夫，我看要是揍不过别人的话，也能挺扛揍。这个就刚才这大劈叉估计也差不多了。行了，你俩差不多得了，就别难为人家。是爸，不是难为别人，那是优中选优。对，小伙子，哎，刚才这些呢都是对你的考验啊，希望你能理解。那个我能感觉到你对玉美是一片真心。对，你确定很爱她吗？确定。你要确定的话，你把这保证书填一下。不啊，不是啥保证书啊，你看一下啊。无论贫困与富有，健康亚健康，年轻或年老，牙大或牙小，你都能保证爱他一辈子不变心吗？保证，我签。哎呀，签上了。哎呀，那个，哎呀呀呀，拿下！哎呀，哎呀，哎呀，玉美呀！
快来！哎呀，哎呀，哎呀，海洋！哎，哎呦我的妈呀！哎哎，不是，这啥玩意儿啊？我玉梅，玉梅，嗯，我玉梅，你这整的也太吓人了。姐夫帮我打扮的，怕你嫌弃我。玉梅啊，我爱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外表。你看看，我今天来，保证书我都签了。啥保证书啊？就刚才姐夫让我签的。签啥保证书啊？你们整的这是啥事儿啊、哎哎、我跟你们说多少回了、哎、海洋爱我是真心的、哎、这回你们相信了吧？玉梅，海洋，我相信你对我的爱，你的一句我爱你那就是我的一辈子。玉梅，我爱你胜过谁都爱我。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太感人了。海洋，你还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玉梅呀、啊，啊，说，就是你的衣服有点掉毛。他姐夫啊，我租的。你说你今天这一出出整的，你说是不是有点多余了？这玩意儿整的，可不是咋的，守夜，你瞅瞅，我不让你这么干，你偏这么干，害得我都让你给。太跑偏了，我不是为了咱妹妹玉美的幸福吗？你为谁幸福啊？小眼巴唧的，长相二条似的，净出那馊主意。你玉美啊，你就别说姐夫了，姐夫这心情吧，我可以理解，不都是为了考验考验我吗？大家今天都在这，我今天向大家保证，我会一辈子爱玉美的。海洋，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呀。说，哎，妹夫啊，人都说我眼睛长得像二条，其实你开门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你长得有点像妖姬。所以说呢，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咱们是一家人了。妹子，妹夫，我别的不想问，我就想问，刚才就是咔嚓那一下，它到底疼不疼？那个姐夫、啊，你要不问呢，我还忘了，啊、现在还疼呢。行了，咱们一家人呢，不说两家话。对，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们大家看看，我大姑娘啊找了个二条，我老姑娘啊找了个妖姬，这二条和妖姬都凑在一起了。过年打麻将想不胡啊都不行了。过年了，我们全家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